山春风里漫步过花溪，浅浅笑意不说明，其实只为你关上一生宿意，只因为你中意。我想我已确定我的心，一花一笔一朝夕，我是如此相信。我用我的手心感受你的手心，像一个美好的故事未完待续。少主大人，什么呢？怎么能跳这种舞？再说了，你跳舞之前你就不确认一下呀？简直丢人到家了呀！少主，嗯，哎，跳得不错。勾引失败，你笑够了没有？不行了，太好笑了，你就当他们的面那样那样跳舞。林一之，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阶段。猫，令人着迷的地方，除了它的神秘多变，还有它的若即若离。嗯嗯。所谓若即若离，就是要时而冷漠，时而热情，让对方琢磨不透你。当一个人无法被掌控的时候，他就充满了勾住人心的力量。少主，需要我帮您去问一下日月姑娘怎么了吗？不需要，我又不好奇。好，等到需要热情的时候，可以借助一点小酒来壮壮胆，保持微醺就好，切勿喝醉，切记。你在喝酒？我不知道主爸是不是疯了你？我帮我打好了。松手。赶紧松开。
周日月，赶紧松开。好吵，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。少主大人，你的唇是这般柔软可亲。洛白先生，这是思涵画堂的置业条例。多谢皇府少主，不客气。皇府少主，您的意思是思涵画堂的房契不可签吗？洛白先生，您多虑了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，神怡气静，忘我守仪。六根大定。少主大人，你的唇是这般柔软可亲。喂喂，发什么呆呀？啊，没有啊。哎呀，失败乃成功他娘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。接下来进入第二招，在他面前展现勇敢的一面，柔中带刚，制造反差，让他产生崇拜。老虎你懂吧？嗷、哦！那我具体要怎么嗷、哦？哼，美男自有妙计。我负责扮鬼吓唬皇甫兄，你负责给予他满满的安全感。少主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对不起嘛，没事，是我命不好。你是不是傻？完全不按计划的来。那我也没想到你捯饬的那么吓人嘛。啥也不是。哎呀，别生气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最后一个环节，无助狗狗惹人怜爱，听没听明白？嗯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哎呦，哎，这周日月也太过分了，竟然和我表妹抢皇甫兄，必须给他点教训。必须的，表哥。气死我了！你们思涵画堂不是有什么画稿考核吗？那，嗯，啥啥啥？你给那周日月的画处理处理，他准是最后一名。啊！让他抢我的少主哥哥，坏女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！
造化弄人相爱，却要离分。莫非是那宿命偏偏要